在我国有两座定海古城，一座在浙江舟山，一座在福建连江。连江的定海位于闽江口北岸，与马祖列岛隔海相望。因为地势险要，素有闽江北侯之称。5000年前，闽越先民筚路蓝缕，孕育海洋文明。汉唐之时，东吴兴建温麻船屯，海上贸易不断。明清之时，建古城已遇倭寇，堪称惠城重镇。这里还有着中国水下考古摇篮的美称。很有特色，哇，好多渔船啊！这就是农民靠海。这里的农民除了打捞鱼之外，还从事一个非常特殊的行当，专门从事海底打捞甲壳类生物的渔民。那么，定海湾的海底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定海湾位于闽江、鳌江两江入海口，水流平稳，很少有大风大浪，非常适宜甲壳类生物繁殖。多年来，海底沉积了厚厚的贝壳层，这是烧制石灰的重要原料。因此，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不少定海村民把这些贝壳层打捞起来烧石灰。早些年，村民们下海经常能捞到青色或者黑色的陶碗和瓷碗，还有少量的瓷罐。这些浮出水面的陶瓷器或被渔民们拿回家中当餐具，或被低价卖给外地人，没人觉得有什么稀罕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考古工作者在定海渔民的家中意外地发现，这些海货全都是宋元时期乃至五代十国的古物。由此他认定在定海附近有古代沉船的遗址。这么说，定海湾的海底有不少宝贝的。你们看，前面就是白礁岛，旁边是白礁岛一号，是定海湾附近古沉船遗址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好想过去看一看啊。好啊，我们今天请了连江县博物馆的前馆长骆明远先生，他参与上一个世纪白礁一号科学考察，我们现在请他带我们坐船出海，去感受一下白礁一号。定海湾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兼备，湾内山峦逶迤，海岸曲折，岩壁沙滩，明与暗礁，甲乙绿树红花，围墙月影，浪飞鸥翔，构成旖旎的滨海旅游资源。白礁是定海湾36礁中一块看似不起眼的礁屿，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专家经过初步考察发现，白礁附近的海湾内有多处古沉船及众多的海底文物。但是如何发掘，如何打捞，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礁遗址的沉船点就在这里，古沉船就是在这里了。哎，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哈，这边呢离岸边也不远，而且呢感觉风平浪静的。哎，那为什么打捞起来会这么困难呢？会说是严峻的挑战呢？出礁完沉下去，一般他就不会去打捞了，因为瓷器的东西那也没有那种设备那种能力。而且就是应该是
这个在水里做一些动作的话，应该比岸上要困难得多。九米深。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优秀的潜水员，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打捞呢？水下打捞跟岸上的打捞不是两码事。对，岸上的打捞就是用铲子一铲一铲，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挖。水下你在这个它能见度非常的低，像今天这种情况，我看的是至少只能到80到1米这样，到了水下都是模模糊糊的。所以说水下考古难度很大，我们国家很长时间都没有这些考古队。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的水下考古才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偷偷在中国南海一条沉船遗址中打捞了大批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金锭等珍贵文物，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拍卖了约2000万美元。此事引起中国政府及文物部门的关注。那时我国文物事业刚起步，考古人员少，水下考古更是零起点。1987年，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设立了至今仍然是我国唯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博物馆派人去荷兰、美国、日本学习水下考古，又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开办全国第一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并选址到连江定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水下考古训练。那么第一期水下考古训练地点为何选择了连江定海？经专家考察，一致认定定海白礁水下1号遗址是它离岸较近，还有个水深适中，能见度较好，特别适合于我们水下考古培训工作。1989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张威、国家文物局杨林与澳大利亚海洋考古学者保罗·克拉克等人来到定海，在白礁附近潜水探摸，终于找到了沉船遗址，并采集出水2只黑鼬展，于是就确定这里为水下考古训练地。那么定海为何成为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摇篮？当时的水下考古人员边学习边探索，经过将近3个月的努力，打捞出水几百件瓷器，其中大多数是宋元时期的外销瓷器。199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又与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考古部合作，对白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打捞出了几百件瓷器。1998年5月至6月，国家文物局在这里开办第二期水下考古培训班，自主培养了20名水下考古人员。定海湾沉船考古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初创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此以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绩，分别对南海一号、南澳一号、晚礁一号等沉船遗址，以及定远舰、致远舰等沉舰遗迹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打捞提取出大量的文物实物资料。而每一次的重大水下考古工作都有从定海湾走出的水下考古人员的身影。白礁一号可以说是我国水下考古的摇篮。真是没想到，这白礁一号居然还是我们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摇篮呢。确实是这样哦，它就因为有了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工作队的努力，才能慢慢地揭开了我们定海湾的水下考古的面纱，
从1989年到现在，我们陆续的发现了20几艘的沉船点，它的年代从宋、元、明、清，所以说这地方定海湾是属于我们中国水下沉船较密集的地方，沉船点。我有一个问题，定海湾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沉船？定海湾它古时没有航标，暗礁密布，夜行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触礁就沉到水下去了，所以说这地方也可以证明我们的连江定海湾的是我们的重要港口之一，所以很多船都抛锚在这地方。定海湾是从福州出海的必经之地，古时候由福州港外航北上浙江或前往日本、朝鲜等国的船舶大多要经过该水域。有这么一句古诗，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成天外国人，描写的就是过去定海湾商旅云集的情景。据连江史略等文献记载，三国期间东吴兴建温麻船屯，连江造船业由此兴盛，成为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南北朝时期北民南迁，带来陶瓷技术，连江开始烧制陶瓷。宋元时期，连江的制瓷业发展进入兴旺发展时期，其中以浦口的36龙窑最为有名，而定海湾也成为连江境内陶瓷产品出口的主要港口。这里除了古代沉船，还有罕见的琉球商人墓以及神秘的波斯风格石刻，众多的古迹说明了定海在历史上不但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方。定海古城在古代它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定海两个字顾名思义就是平定海疆的意思。明代定海古城堡始建于1387年，由明初名将周德兴所建，全长2000多米，宽约6米，高7米，犹如巨龙盘山镇海。这里曾经长期是闽东沿海抗倭斗争的坚固城堡，如今只剩下南门一段城墙完整保存古城风貌，并留下定海古城汇城重镇8个字。汇城重镇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定海位于闽江口吗？我想会不会就是说是保卫省会福州的海防重镇。林林说得很好，哇我们往里面看看走走，到底里面城堡有没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地方？1重、2重、3重，哇这定海古镇有这么多的城墙啊，那一定很难被攻破。历史上倭寇曾经侵扰我国沿海200多年时间，而定海一直在沿海抗倭斗争的最前沿，所以就把这个城墙修得特别的牢固。定海扼守闽江口、鳌江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定海古城有一处参将署，它是明朝抗倭名将沈有容驻扎连江时处理公务的地方。沈有容是明朝抗倭名将，长期督率民省水师，为护海峡两岸百姓无往不胜，有洗海飞将之称。在他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有数十年镇守在福建沿海。据记载，明万历45年1617年，福建新任巡抚王世昌在定海卫所基础上建水军参将新署，让沈有容出任参将，并增设定海水标3路，派驻总游兵1000名，配战船24艘，同以游击1员防卫闽江口。沈有容曾率军3次进入台湾
澎湖列岛歼灭倭寇，驱逐荷兰入侵者，成功收复和保卫了台湾。随着定海古城的修缮和挖掘，有学者及专家考证认为，沈有容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时候，比郑成功还早了60多年，可以称得上是赴台第一人。我知道在浙江的舟山也有一个定海古城，那跟咱们连江的定海古城比起来，哪个先哪个后呢？连江的定海古城和舟山的定海古城都是建于明洪武20年，也就是公元1387年。时空流转，历史变迁，舟山定海古城早已被现代化的城市所取代，而连江定海古城作为历代福州港连接外洋海域向东向北航线海上交通的主要孔道，海船进出闽江口的第一个停泊点、补给点，在路上与水下都留下了一系列多元的文化遗产。如今古城依然保存着主体风貌，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深厚而独特的海洋文化史。